哇，哎呀！恭喜 OK， 恭喜 Richie， 恭喜 Richie， 哇，实至名归。哇哇，哎，真的替他非常开心了，真的最吸睛的角色，嗯，对。然后十大钱立新，钱立新，对，还有的师弟。其实刚才在后台我已经问他了，所以是三料。嗯，我问他你有准备你的两个台词的吗？感谢子啊哈，呀，他就很害羞讲。等一下，我要去笑他。哇，所以他今天保出来是两个奖项，三个奖项，一个是最吸睛哦，最吸睛哦，一个是最受欢迎，最受欢迎，最受欢迎，他这些男主角哇，师弟哇，可是要今天收到最受欢迎钱立新，然后再得到最佳男主角，真的难上加难，那明年还要拿什么呢？对，明年就给机会吧，已经拿到最好了，明年想拿什么？